这个已经镶嵌好的是到底是真钻呢还是不是真钻呢？好，那我们把它放进去一样至中。好，这是大家看出来就是一颗已镶嵌好的这个钻石戒指。好，那一样盖起来。好的，然后我们等它的红灯稍微它的 test 亮到蓝灯的时候呢再按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大概一秒钟，大概两秒钟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 nature 的。好，恭喜你，这个是一个天然真钻。好， OK。